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准备睡觉了。那我们今天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聊聊，好，有没有人的家里有？我们有了的家里有小浣熊，我们家有小浣熊，可是小浣熊被包了礼物了，因为我们在一起学校，所以呢，我先下个礼拜再拿小浣熊来看姐姐跟你们录音。那最近很多人呢都会在上我们拍的影片了，所以我们有一集已经到第七集什么的第八集了，所以呢，如果很多人有订阅到的话，应该做好了呢。那么果家的话就 OK 了。那除了如果你们都有拍 YouTube 的影片的话就好了，这样就比较多人来订阅了。最近我们是第一次的那天开的影片，所以会有点不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呢这次拍的有点好了，我们有连接。上个星期我们不是有连接圣诞夜的歌吗？那天真的是晚上了，很适合圣诞夜那天。可是那个时候不是礼拜一哦，那个时候是圣诞节那天的礼拜哦，我拍的。那各种不一样的人都有包到礼物，而且都有发到圣诞树。那有人画过图的话，就应该贴一家圣诞树在家里了。我们珊珊很多人都在做东西，我姐姐就是二年级，我已经中班了。那如果有很多事情要来问我们的下个星期的影片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来问你们的。那如果是有人如果的圣诞礼物有奇妙一点的话就好，我们的圣诞礼物是森林的怪物，很奇妙。那我们的圣诞礼物的森林的怪物，我们都有了森林家族的零件，可以把森林的怪物的零件组装了。我们都是用那些零件组装的。还有一件事要跟你们讲，就是呢，如果有人的家里有办公桌的。哇，那都是我们两个在有的，我姐姐和我一起有的。还有有了家有角落小伙伴的纸的话，记得跟影片上信息说，帮我们配一下。如果有人有上机到包装纸的话就好了，可以包圣诞礼物。可是我们的上机到圣诞礼物都已经拆完了，我们有个圣诞大包装纸。那如果想看的话，那我们就去看了吧。爸爸，你帮我拿下。圣诞大包装纸里面包着很多我姐姐和我一起包的圣诞礼物，全部都是我们家。
不发呀。有一天，如果有人喜欢我们这个家的话，记得把我们甩哦。那如果垃圾甩过来。这是我们画的宝宝太阳，他喜欢小仙子，他小仙子在哪里呢？我们下次再来找人哟，拜拜妈。各位观众，游戏大师是哟，那里有圣诞树呢，圣诞树们是我们的圣诞节到了。那有没有人圣诞节到了？没有。啊，这是我们画的兔。啊，这是我们的沙发，有只小熊猫，还有只猫咪，肥猫是它。那么是下一个礼拜，我们先确定一下，是拍一下哦。微笑微笑，我们有一只小猫咪，喵喵喵，这是我的鸡蛋。你看，这只小猫咪，还有这只小猫。这些是我们刚才顺便要拍小熊猫。各位观众，别太着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样让人看得到吗？嘿嘿，下次我们再回收的。太阳。